在昨天的金牌调解，我们认识了来自江西赣州的一对夫妻，曾先生和陈女士。4年前，两人在网上相识，当时陈女士29岁，未婚，而曾先生44岁，离异，有一个儿子。婚后不久，陈女士就怀孕了，随后接连生了两个孩子。如今大儿子2岁半，小女儿1岁出头，他们的婚姻却因为岳父母带孩子亮起了红灯。我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你一个做母亲的带孩子，这个是天经地义啊。他说了天经地义，你不会带你爸妈帮你带是应该的。一方面，曾先生认为带孩子是妻子的义务；另一方面，曾先生觉得岳父母没有带好外孙，动不动小孩稍微生病住院，稍微生病住院，这个钱就流水一样去掉。谁愿意到医院里去闻那个又味道，到医院里去招呼一个病号？我要招呼病号，在家里招呼多好。我养一个小孩，我问他我的成本要多高，我这是活得不太平啊。哪个愿意带人，愿意去上班我也不愿意带人。原本曾先生就因为带孩子对岳父母有了一肚子的意见，1年前当他提出把儿子接到身边，不料却遭到了岳父的拒绝，这让原本紧张的翁婿矛盾再度升级。岳父就在电话里这样说，可以拿10万块钱。给我的感觉就是用手小孩来绑架我，真的受不了。他这边跟我一吵架，跟我爸妈打电话就很凶，喂，在哪里，把我儿子送回来，就想凶我爸妈。你带得好吗？我又怀一个孕。不要管我带不好，这是我的家里，我的孩子，叫他滚，滚出我的家门，这房子是我的，这个家是我的，就这样对我们从来没有尊重。就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，双方的家人也卷入其中。我老婆坐月子生小孩，3天就开始抱小孩了。我妈在哪里？也在带你的小孩。我也想当你嫁给我哥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这些事情可以跟我们说，是不是？在观察员们看来，要解决好夫妻俩的问题，陈女士和曾先生应该首先变得独立强大，其次在发生矛盾后不要让双方的家人过多介入，杜绝越位。我觉得为人儿女最大的孝顺是不给父母添烦心事，日子不是两夫妻商量着过，是跟小姑子跟他去商量，不是跟自己老公去商量，这种越位竟能被允许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曾先生打算先讲一件事。曾先生说，他对岳父母最大的意见都源于这件事。岳父母就是因为帮我带了孩子，所以插手我家庭的事情太多。我父亲刚去世，老丈人反复交代我要看好我父亲有多少遗产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岳父真的如曾先生所说的借着带孩子干预女婿的家事吗？我父亲刚去世，老丈人怎么打电话给我反复交代我要看好我父亲有多少遗产，要分到多少钱。我当时一句话，我说你不要打电话，我现在好烦哎，我不接，还要打，总打总打。后来我说要不要我拿着刀跟我兄弟姐妹翻脸，你好意思说这个事啊？然后我就我是怎么劝你的，我说爸，你这个事情不要插手，不要管好不好，我就把电话挂了，又打过来。你觉得那段时间很烦？我很烦躁，这边父亲去世，我就把电话挂了，又打过来。他爸爸留了一笔财产，带我的嘴巴告诉了我爸妈。然后呢？我说他就是不准备去争这笔钱。我爸爸就说你们条件这么差，又欠一屁股的债，也是为我们着想。会跟他唠叨这个事儿是吗？对，也不是说很凶的说，我爸妈永远跟他讲话都是先好好的说。我说，第一，我父亲没有多少钱。事实上也没有，因为我后来我姐我妹跟我弟弟去银行查我父亲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，虽然他们是可能是为你们着想，但是你觉得他们没必要。不要管我的事哎，是不是？你70多岁的人，我也快50岁的人哎，这点事情我都不要处理。你说的插手是说他真的去做了什么，还是他只是口头上说的太多？说的太多了，是说的你很烦是吗？因为之前我跟他谈恋爱，他这个人很单纯一个人，我觉得不会这么复杂。他的意思，我爸妈把我教坏了。是，他今天讲的这些话呢，真是这天下掉下来的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他说你有去跟他们说他们家里的那个钱的事儿，让他挺烦的。说过，因为他父亲过了以后呢，这个丫头打电话讲了，说他弟弟在那里招呼。
那么是说有银行里他父亲有点钱，还有哪里有3万块钱，刚我这打电话，因为丫头讲不太好讲，你兄弟之间好讲。你干嘛要去问这个事儿呢？我是为他们这个家，那个家本身他们这个家经济上很拮据，但是我心话你他就当大，要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弟弟。你可以不操心这些事儿的，何必打这个电话呢？他苦，生我苦，我看到他拮据这个样子，我难受啊。只是希望我们过好一点，分了这笔遗产。因为你弟弟是一个人嘛，你有4个人生活啊，他怎么全部给你弟弟？我说分啊，2个人啊，你跟他弟弟啊。你全部给你弟弟啊！啊，因为他是我考虑，犯了这个事，他父亲接下来当然精神上崩溃，很难受，也没有更多心思去老人家想这些东西。我给他提个醒，行，我们往下。我也没有强调，反复给他打电话。岳父母就是因为帮我带了孩子，所以插手我家庭的事情太多了。虽然岳父的初衷是为女儿女婿好，却让曾先生很是反感。在他看来，父亲尸骨未寒，岳父在这个时候提分遗产的事未免太不合时宜，太没有人情味。更何况就算将来要分遗产，也是自己的家事，岳父也没有理由介入。在他看来，岳父的时间和精力与其花在这些事情上，不如多教教自己的女儿如何为人妻为人母。